加工机台介绍。超音波机台在缎带两边加入细铁丝和雷射漆材薄膜，而后利用超音波振动原理进行压纹和切割。烤刻机台在缎带两边加入细铁丝，再用各种彩充尼龙丝对缎带进行包边加工。串珠机台将各式各样的缎带或蕾丝经由机台的加工而将串珠或亮片与缎带连接在一起。折紧机台将缎带经由机台的连续性车缝方式进行加工，使缎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皱褶曲线。平台式卷带机台将缎带与轴心固定好之后，在机台上进行旋转卷带跟码数测量之动作。摆动式卷带机台将缎带与轴心固定好之后，利用机台左右摆动的方式来进行卷带的动作。